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展之。刚看到一台，摆得好满的宝可梦牌哟、哦。等一下，就来夹看看好了。宝夹1190，摆得好满哦。JS 爪，你没锁好哎、欸，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就好了。它没有锁好。还是来夹一下吧，摆超满的，抓好不好夹 ？Let's go， 摆超满，摆超满，都没有锁好，不过还是不可以乱动啊。不知道拍数怎么样？大力的，先去捞一下，捞不到，惨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要先夹后面嘛，让它滚下。哎，它这个好像可以变形。哎 ，no， 它翻了一面。虽然摆得满满的，但是你要先下来吧。不行。先下来吧。好好好，好补位哦。顶到收爪了。那個、高度刚好两拍就顶到，捏一下好了，再深一点，深一点，嘿，居然。你有翻过来，就丢回去。假设喷火轮，夹出水箭龟，没有，就是不想跟我出来。
出了吧，出了吧，出了吧。Nope. 妙娃不想跟我出来吗？那我先加皮卡丘。哇，撞玻璃！出了吧，皮卡丘先下来。皮卡丘，皮卡丘。扭捏到另一边，哈哈哈！哎，皮卡丘也出来了，梦幻有没有机会？超梦才对，梦。好梦，哎，超梦也有机会哦。超梦是大师球。他躺现在这个角度不太好。超梦超梦，赶快出来！卡住 ？Nope。我想就是要先把那个皮卡都夹掉啊。搞多一点。可能有机会哦。出了吧。天那么薄哎，来吧！超梦果然是超强的，不愧是超梦。皮卡丘先挡一下。皮卡丘走开哦！破螃蟹，丢，看着捏了，全部收集完成，再等，应该降低。收收收
噔噔噔噔，假的好像有点多哎，不然就在影片底下留言一下，看你们想要哪一只，就抽奖抽几位出去吧。